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1月18号，礼拜三。好，今天的话呢，是我们这个过年前的倒数第二餐哦。那我现在的话就是在开饭时刻就立刻上了，不然怕待会就拍不到好东西。啊，这个是曹长提醒我的。好，那今天的汤呢，豆皮、豆腐、葱花汤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呢是卤豆腐，还有一些空吧。啊，这个是小小的空吧？这不是葱花啊，不然那什么？好，随便。这是碎小碎花。然后呢，这个看起来就是猪香菜，猪下巴，还有这个培根后切培根啊，这是培根。然后这边的话有这个豆腐，豆腐蚵仔，哇，蚵仔很大颗哦。它没有培根。这个就是培根啊，红色的跟白色的啊，这是白色的培根。然后这个是，哎，谁告诉我这是什么菜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。高丽菜的宝宝啊。高丽菜宝宝，好，这个是高丽菜宝宝。然后这个是素食的部分。然后这个是饭。然后这位是大姐啊，再煮两餐，大姐就可以放年假了。哎，不用再煮一餐哦，因为今天是倒数第二餐，再煮一餐，大姐要放年假了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，各位朋友，祝福你们用餐愉快，拜拜。